婚姻有三种形式，新婚、再婚。和古方红糖真情六十秒，我想说的是病的孩子现在还小，虽然说是说是因为咱们两个以前就是说都太自私了吧，各自的话有自己的心理想法，但是没有顾及到孩子，我希望咱俩能呢就是说为了孩子互相呢都改一改，病的孩子现在还小，是不是不为别的考虑，为咱们自为咱们的儿子考虑考虑。我就是为孩子考虑，我才决定离婚的。如果你要是这么想的话，就说我也尊重你的选择，是不是？女嘉宾给男嘉宾放的是什么呀？放的就是那些首饰，然后都生活当中给全部摔碎了，然后我的心意跟着碎了。啊，所以就还给他了是吧？首饰，应该把他送个奶瓶。大人的话就是分也好，合也好，现在孩子毕竟还小，就是说，我希望他呢，就是说还是能留下来，主要是还是为了孩子。好，行，谢谢两位，请回吧。哎，来，请关门。来吧，看这对夫妻自己的选择，请开门。当中健康的成长。